因为我本科六级没过，我研究生六级才过的嘛。嗯。他说博士六级的我们不要，当时让我很没面子。嗯。你要知道，哥们大学四年是都是班级第一名啊。嗯。现在穿着爆竹料来了。嗯。海尔今年很牛逼啊。嗯。热能四班的第一名，